看电视呢，他们都把活干完了，没事儿干，嗑瓜子闲着呢。你所有一个渐渐变大了，另一个变小了，岁月让我们在中间相逢。爸，你以后不用给我打字了，我干活手都站着呢，你给我发语音就好了。也许你离开这里，也许回家的路越来越长，慢慢行，听你的都行，那以后给你发语音。我会说在这里。